啊，来吹什么？要陪你打一打。我吗？呀，哎，我觉得他应该是都确诊满者，了不是啊，确看诊，看。确诊人。确诊者的严重。啊，靠北！我在实况听到自己的声音，好羞耻啊！也没有啊，我只有好险，我刚刚已经先关了。关麦啊？不是吧？不是关喇叭啊？我刚忘了关，关那个声音了。我发现画质只有360，为什么？一开始就先360慢慢转，或者是我看 YT 是360画质。等他慢慢来吧。哎呀，你要打哪一个？先四炮只打过两场吧，我一场。他要打十炮的。他都缺对啊，啊。他四套也缺啊，贝西也缺啊，只是他是这次的活动而已。啊，听说贝西是常驻，贝西接下来会常驻了。贝斯呢？那 HD 有上线。我操！那你们玩就好了嘛，我去抓仙人掌啊！啊，开台抓仙人掌。我觉得他是开游戏来解套的。抓仙人掌。并没有。开启我的。这还是抓死。这时候是要大家打死他们。我就是刷珠子啊，然后试套龙，看要不要打吧。开始刷珠子。他的，加的吗？有可能。天哪！我怎么可能？杰克喵喵喵！我天哪，他的速度做的，光这个装备做成这种光，我觉得大声一那点。种。我说他。不穿这个装备，然后还做那个动作，我觉得有种，现在要刷什么？二叔，好，刷四套啊。然后一个方法就是打地战。就是打地藏王，先拿他的那把五张刷起四套王嘛，可以来，对吧？的声音怎么还是那么小啊？帮你调200%啦！我也是两百，这样嘞，可以一直保持这样吗？有了。但是我因为你接下是去耳用麦过还是桌麦？耳麦啊，那你是放在脖子上先吗？把音感调高一点就好。可是音感调这高是会耳受到它键盘的声音。那音感调高，你键盘，他讲话会很小声，但他声音会短短的。这样啊、喔？但耳麦这种东西不是比较靠近自己的嘴嘴巴？巴，我这个蛮早烧到，烧坏了蛮久。还要打什么啥？都可以。天哪，打什么都可以，这句话，那有这什句话么叫怎么玩都可以？不应该是由我们来说的吗？不是啊，打什么都可以，你会死的、啊。好啦，我看看。昨天你一进来就直接二猫了、欸，
天哪！我没有办法，我不知道还可以生什么才能不会死啊！我要继续练我的战。我们那时候一讲说，蛇头跑了哦，他要嘴炮往前喷你，说好好好，你就站在他正前方。来不及哦，这个感觉怎么那么像？不然你们防御力都多少啊？防御力？对啊，要怎样才不会被他的那个秒杀？还是他没有？那招就是会秒，最高也是会被秒啊。那这是力战王套龙，他就是会秒人。不要小看他，我有就让你强化，你克制强化到最猛，也是有可能一个嘴炮你就被秒杀了。更何况你，我认为应该是你的生命足够，你把你的护士换一下，换成生命护士，那他塞几个体力柱就好了。他现在是，没有啊，我们昨天就是叫他当补士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昨天是逼不得已才叫他当补士，两句。那听起来应该是没过，有啊，有过一场、哦，我补士的话就不会补过，我说要继续当补士，所以等一下要打四号王，是吧？力战王，对啊，力战王是的，把有体验性的打掉啊，对啊，啊，那他的苍星那个有打了吗？打了，那个、哦、都满了吗？那个、其实只要打好四张票，什么东西都满好了。你的防具不是有一套是那个苍星装，他没有打到他是那个哦，看来是没苍星之甲那边要五张，都五张吗？活动都会有啊，有个什么英文前三个字，每种要全套，你都要确保材料全部、就是、对，要那你至少那个苍星宝玉你要有宝玉不够，隔六个七个打。大概八个吧，不过要八个。打我要打，就打。然后我然后现金你能带吗？你能带用捕捉的？没有啊，你可能说不定要捉仓火龙。可以啊，可以用捕捉的。那换装备。说不定这头缺有可能缺仓火龙。哇，好啊，那就用捕捉的吧。那忍者哦，忍者很多时候都可以打咚咚咚抓到一堆素材。没差，能抓就抓，不能抓就杀掉而已。啊，抓真的很可爱啊！哇，什么？我拿腾龙双刀来玩。哦，对，那我要拿腾龙太刀。我要拿我的那个这套斩旗符跟他玩，跟他玩玩。我昨天在测试装备，太刀我还没去练，现在练。太刀了，只要会剑切，一切都很简单。我待ちしてました。换成紫色的好了，看起来不错。但是没有克制。蛇头已接了任务，然后教主干嘛？你那个魔物图上会有显示弱点的是因为魔主、啊、我那时候就已经贴在聊天了，贴很紧，应该是刷掉了，晚点再贴。但我觉得我接这个没差，因为我是拿当的，直接拿无属性的开始敲，无属性真的方便啊，又不是攻，啊、又不是攻要拿好各种属性的，还有伤害、啊，所以说当初会建议蛇头一开始不先别碰攻，就是因为这样。碰轰，然后先不要哦，碰攻哦，碰轰，想要碰攻，很棒、啊，要给我碰轰哦！天哪，我上那我把那个档案藏在这里，好、啊，
我去跟岩贼玩玩，看一下这个叫什么？岩贼，我来跟你打声招呼了 ，Hello。天哪！才不戴耳塞呀、啊！说我没有，是有办法戴哦。哇！不给我被哥抓，那我抓你尾巴。哦，尾巴比较痛，怪怪的。我到底为什么飞了？他的弱点是哪里啊？哦不，几乎全身啊。不过比较痛的是，他装点后的那个嘴巴。苍龙来了，好屁哦，留下来。哇，被前面吃到了。为什么我明明是瞄头，然后却抓到尾巴？抓不了了。还想抓他？去抓到、哦、这才就对了嘛！这真的是很迷你的。啊，没闪到，没闪到。这三下、加油！等他过来。被剑切队友的刀啊，气死！不是我，这句话是很多人都想要的事情，所以才刀来着，他们会死的。哎呦，好险，算得好。我们昨天在打恐暴龙，忘记血量多少。我们，时间剩不到一分钟了，抓了啦，抓了啦。就血量还不到。有那时候赢。那时候一直在测试，到底是多少血量啊？刚好，那个是过四斤的恐暴龙，零四斤哎、欸，这么屌！嗯，他就牙齿，二只羊萃取状态。嗯，继续。